事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颤抖吧，北大师生！北大硕士复试名单，专业第一，蔡元培，专业符合，专业课成绩141。已经想象到他的导师叫他的时候，会不会不自觉地加上一句：“蔡元培校长，我重生了。”作为北大的校长，我死后灵魂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身上。这一世，我要帮他扮猪吃老虎，拿回我的荣耀。学生、老师们好，我叫蔡元培。老师，蔡公您好，100多年没见了。多少年后，这位学生如果到了北大的校长，那可真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在默默无闻的角落里，还有42年的莫言。退一万步讲，你们北大复试就不能开一个直播吗？